一个演员要多么努力才能拿到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影后的光环。老板啊，都说你哦，在这个圈子是不会有真正的。我们是好朋友吗？嗯，我们是死对头啊。嗯，现在工作室最新的电影一定是今年最受瞩目的大作。公开甄选，制作人说什么都要说会会。这辈子如果可以跟女神连接起，死而无憾。所以你真的是大明星吗？假的。我现在就是要做一块拼图。你老婆知道吗？还有谁比周凡更适合这个角色？我。所以薛姐没有打算再跟周凡合作吗？你不知道一个演员要多么努力才能拿到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影后的光环。都给你，都给你。停！因为你自己是女主角，你出局了，抱歉，淘汰。为什么你们两个不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啊？过去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赚钱比较重要。要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司，都为了你的电影，为了我们的电影，都不会想念的。想什么？想念我们？嗨，我是周凡，我演过很多的戏，也入围过很多次的金钟跟金马，没有拿过一次。真的假的？我以为你有啊。没有。